王者荣耀都玩过吧？这是对面的阵容，宇宙最强军团。这是我方的阵容，都是老弱病残。不过问题不大，毕竟我曾经也是一个王者荣耀主播，所以这根本难不到我。看这有一款草料，我们给驴吃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不是你这吃都吃了，肚子还吃成那么大，你都没点动静吗？你好歹放个屁也行啊！战争为我而生。我的妈呀！吕布放了个屁，然后就变成了吕布。这家真是人才。来，吕布啊，不，吕布，给我干他！不配做我的对手。这项羽太嚣张了，还嘲讽我的英雄。项羽，你可以踩我的黄金切尔西，但是我的英雄不能受委屈。兄弟们，评论区来一波黄金切尔西，嘲讽一波项羽。下面四回合我全部给对面拿下。让我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英雄啊。这只猪能变成啥呀？叫个合适，师傅的禅杖也卖。他说禅杖，这禅杖有啥用？哎，可以旋转。一花一世界，一木一浮生。我的个妈呀，这旋转禅杖能变成玄奘啊？太有才了。来，玄奘，不，玄奘，去把对面妖猴给我收拾了。悟空，听师傅的话。哎，这节奏就对了。我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英雄啊？这有个话筒，这是让猪唱歌吗？爱你不生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。等一下，猪哥亮。哦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哎呀呀呀，机智如我呀！来，诸葛亮，把对面周瑜给我气死。战术如此拙劣，你的老师知道吗？哦，对面还剩一个猪八戒，一个嬴政，我看咱们怎么对付他们啊！还剩一个大爷，大爷，你这别光站着呀，你有啥作用？你表个态呀！啊啊啊啊啊！啊啊啊咋了？饿了呀？十块你吃不吃？金子你吃不吃？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，那你想吃啥？哎，水果，这杏你吃不吃？到达胜利之前，无法回头。好家伙，老头韩信变成韩信，那你要按这个逻辑，那我这个菜鸡去打篮球，那我岂不就是？作为一个桀骜不驯的人，你可套路不住。不是，这韩信也不行啊。对面还剩一个猪八戒，我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能利用的啊。哎，这个木板两个能合成一个。哎，箱子，把金子装进去。不是，把石头装进去。最有价值之物，比最珍贵之人。吸石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用吸石诱惑猪八戒，去吧。瞧你这模样，还不如我老猪呢。哎，输了，这猪八戒还挑三拣四的，这西施都不行吗？不行，兄弟们，我必须再来一把，我这把必须五连胜，不然我睡不着。这个游戏我已经摸清楚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如果想打败对面的话，那就必须得找到跟对面英雄相克的英雄才可以。首先，我们已知这个舞台上可以找到一个诸葛亮，秒杀周瑜。战术如此拙劣，你的老师知道吗？这个箱子我刚才研究了一下，不能装石头，我们要把这个飞蛾给装进去，变成嫦娥啊，不是嫦娥，然后制服猪八戒。你看这次八戒服服帖帖的，一点脾气都没有。好，我们再旋转这个禅杖，请出玄奘，降服妖猴。悟空，听师傅的话。再然后请这个大爷吃个杏，变成韩信。看过三国的都知道啊，韩信打项羽绝对没问题。雕虫小技而已。好，还剩最后一个嬴政，嬴政也就是秦王，谁能打得过秦王呢？哎，荆轲刺秦王，但是荆轲在哪呢？金子，金有了，轲呢？荆轲。哦，机智如我。我是你惹不起的。别说大话了，赶紧去给我拿下秦王。永别了。哎，完美过关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，记得留言点赞，我们明天再见。